觉非常非常的惊讶和惊奇。孔雀一家，你看，孔雀妈妈带着她小孩出来觅食，在这玩。我是在那个饭后出来散步，然后偶遇的这个孔雀妈妈带着孔雀孩子出来觅食，不知道她是怎么样到这个街道上的，就在马路上，然后孔雀妈妈带着几个孩子，不过啊，真的很惊奇，我很开心，拜拜。